时会想起你的荒唐糊涂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萝莉羊晚安，陆婷晚安，综合喵喵晚安。嗨嗨晚安 ，Hello 少天，四千鱼晚安，姐夫晚安，萝莉拉先挂机，小豪窝等你，张兄晚安，小鱼晚安，今天很可爱，因为这个吗？因为蝴蝶结吗？悠悠晚安，玉成晚安 ，Hello 企鹅。永成晚安，谢谢悠悠的浪漫玫瑰。哦，我今天忘记设那个开播通知了。谢谢笑贤 ，Hello 酷肉肉晚安，风晚安，啾晚安，一台晚安，黑子晚安哦 ，Hello 毛怪杂工。没有通知哦，我忘记设了。谢谢 Martin 的浪漫玫瑰，哦，恭喜你中奖！谢谢萝莉狼的极速浪漫旅，谢谢新鲜柠檬的玫瑰，还有一台的玫瑰。谢谢憨憨送我告白气球，今天是不是也被吃特效啊 ？Hello， 爸爸，谢谢月月分享直播。Hello， 阿奇拉晚安。我要跳之余，空翻了，人品君晚安。Hello， 小雨，小千晚安。谢谢憨憨的新之冠。对呀，今天又没有特效了啦，会吃特效？难道是因为头上戴东西？谢谢哈哈的 kiss 猪猪，还有小雨的浪漫玫瑰。Hello 阿当晚安，谢谢小千的玫瑰。没有新之冠，没关系，我今天自己戴。这个跟衣服不是一套的，可是很配吧？颜色很配。谢谢夏尔的新之冠 ，Hello Jimmy 晚安。爸爸觉得卡卡的，会吗？你们会卡吗？现在让把 Mina 认成仓鼠，仓鼠为什么不可以特效？所以我今天已经穿长袖了。哦，刚刚有小卡，现在不会了是吗？嗯，已经穿长袖了，是微凉的秋天。老黄，他不是老黄，他是来福，来福在叫。今天天气蛮好的，是穿薄长袖很舒服的季节。谢谢米酒的新之冠，特效被来福吃掉了啦。最近的气温很舒服，对啊，所以我就说我喜欢秋天。春天的话，感觉更潮湿一点的感觉，秋天刚刚好。谢谢 Martin 的告白气球，还有谢谢老张的玫瑰。早上骑车回了，我现在蛮热的，因为我刚刚骑脚踏车回家。骑脚踏车的时候也觉得有一点凉凉的。不过我觉得，秋天是个很适合夜跑的季节。什么爸爸梦到修罗场是不是？爸爸，谢谢你讲的 kiss 啾啾。每次到秋天就会想要去夜跑，秋天夜跑是很舒服的，凉凉的风。呀吼，汤库山，空班娃，ミニコンサート楽しかった。応援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。10月また会おうね。那个梦很尴尬，爸爸梦到谁？
是不是梦到我跟海海？ Hello 阿给，谢谢阿给。よかった汤谷さん。最近没有在运动，不瞒你们说，我其实也最近也比较少运动，就是之前去做体脂测量体脂的时候，那个就是健身房的人跟我说，叫我不要太常跑步，对，所以我现在有减少我跑步的次数，大概一个礼拜跑一次，对，不敢跑太多，因为我体脂有一点低。对，但是有在跳舞，跳舞运动量很高，所以还是有在运动。还有我跑步太多的话，我的小腿肌会很壮，所以不敢跑太多。Mina 吃太少 ，Mina 没有吃很少。对，跟你们说，今天晚餐我就吃到饱。我跟七七还有肉肉一起去吃烧肉，就是我之前中秋节的时候本来跟七七想要去吃，可是我们那时候想要吃烤肉，可是中秋节太多人了，所以都吃不到，所以我们今天又再约了一次，有位置了，可是是去别家店吃到饱。不过我去吃到饱其实蛮不划算的，因为我真的吃蛮少的。晚安 ，Hello 彩虹花，七七左拥右抱，没有，七七不会对我左拥右抱。就该怎么谈呢？悉尼，就该怎么哒？台湾酷鲁，马达呢？谢谢毛毛的玫瑰 ，Hello 小易，空班娃。哦，奖空班娃，我奖，这次麦奖没倒闭，对啊，因为麦奖这次没有捣乱啦、啊。跟肉肉吃肉肉，肉肉最喜欢吃肉肉了。谢谢毛毛的玫瑰，跟七七肉肉是当电灯泡，我当了电灯泡没感觉，我沉浸在我自己快乐的烤肉氛围之中，而且我就中秋节一直想要吃烤肉嘛，然后而且我就很想要吃棉花糖，而且看到那个搞什么他们出那个巨大烤棉花糖的影片，然后就超想要吃烤棉花糖的，好久没吃了。可是如果自己在家弄的话很麻烦，因为很容易弄得黏黏的，而且只有烤箱就是跟那种炭火烤出来的不一样，而且棉花糖一买就是一大袋，会吃到傻，太多了。综合苗苗礼拜六也有烤棉花糖的，你们去 mini concerto 结束之后去吃了烤肉是吗？烤马鸡我们也有吃，那个是烤年糕好吃，炭火烤会特别香。对啊，然后我们点棉花糖来了三串，因为我们三个人，结果七七说他只能吃一个，因为太腻了，一串有两个嘛，然后七七说他只能吃一个，所以另外一个也给我吃。然后肉肉他对烤棉花糖好像也还好，因为他喜欢吃肉，所以也给我，所以我吃了三串烤棉花糖啊，热量好高哦，太喜欢棉花糖了，很喜欢服啊服啊软绵绵的东西。Hello， 天天晚安。Mina 是兔子吗？对 ，Mina 是兔子哦，蓝色耳朵的兔子。Mina 下星期就会到100次直播。那你们怎么知道我第几次直播？我都不知道。那今天是第几次直播啊 ？Mina 也服啊服啊的，服啊服啊你，服啊服啊路。あなたが笑っているそばにいて，忘记怎么唱了。笑顔になる神様ありがとう。没有看歌词，忘记了。你喜欢这首歌？運命のなななななめぐり会えたことが幸せなの。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、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心は
我心大事要莫动莫动，只会唱到这里的。这首歌叫什么啊？谢谢综合喵喵的 love you， 今天是第96次哦，真的、哦、你们好厉害，那在四次直播。谢谢夏尔的真情告白啊，对了，恋爱循环 circulation。Hello 夜兰晚安。Hello 志祥，这么好去韩国玩，我也想去玩。Poco 晚安。志祥该不会是为了采某某的点，所以跑去韩国吧？也太大手笔了吧！夜兰晚安。什么？孝贤获得砝码，匹配与主播相等的爱，什么什么爱？小易的限动，我有看吗？我有看吗？我的挡住画面哦。你说 I G 这个吗？远一点就不会了。Nina 讲英文，我讲了什么英文 ？Circulation 吗？谢谢 Poco 追踪。哎，我刚刚讲对了什么？我忘记了。挡住画面啊，这样会不会挡到字？好猛，踩点踩到韩国，对呀、啊，太厉害了吧！不愧是踩点王，真的当之无愧。谢谢爸爸送我粉底，爸爸的头贴是修罗场吗？现在在回台北的高铁上了。踩点王真的很厉害，什么时候踩澳门的点啊？Mina 的英文好吗？突然卡了，难得，为什么啊？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。可是我今天没有分享网络，还是浪的问题。还会卡吗？还会卡吗？谢谢风神追踪，好卡，哈，怎么办啊？我不知道怎么办哎、欸，可是我这里看不出来哦。为什么今天会卡卡的？你们去别的台也会卡吗？卡好了，睡顺了吗？你们去别人台也会卡哦。快转完应该顺了，为什么？谢谢米酒送我石头，哎、欸，猜拳都没猜到，可恶啊！刚刚也是那个，那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吧？嗯，今天特效也没有出现，今天好像怪怪的。什么陷阱题？我刚哦，那个 Excel 表，对，我好像有看，我有看到，原来是小易的 story， 有看到，好像我播最多次的是，林杰吗？好像是，直接抓滴滴，没有，暑假想去澳门，但是。没有钱去澳门，那为什么有钱去韩国？我不觉得澳门会比较贵耶，韩国比较远吧？台湾去韩国要多久？应该要三个小时，去要两个小时哦。对啊，那去澳门才一个多小时耶，澳门比较近耶，应该比较便宜吧？还是不是这样算距离、算价钱的？Hello， CKUMK 晚安。哦，刚刚说 Mina 的英文好吗？ Mina 的英文呢？你们可以握手会来跟我讲英文啊。我记得好像上一次第一次握手会就有粉丝跟我说英文，然后我也是用英文回的。没有，所以你
们可以跟我讲英文啊，毕竟我也曾经是外文系的，所以英文还是可以，只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在上学，对，我现在没有上学，所以可能会有一点小退步。谢谢毛毛送我玫瑰。对啊，曾经是学生，但现在长得学生一样，但是已经不是学生。其实我有想，有点想要回去念书，但是又觉得想要再等一阵子，就是稳工作再稳定一点吧。对，然后就比较好安排自己的时间。谢谢季风亮的玫瑰，还有糖果。Mina 坠落的是台语。哪有台语我可以好不好，只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念而已，是不是有点糟糕？那这么一说好像台语真的是最弱的。台语对啊，如果每一种语言我都会 自我介绍名字，可是台语我不会讲我的名字。泼猪姨是吗？我不知道耶、欸、稳定后搞不好会比现在更忙，但是如果工作再稳定一点的话，搞不好就是学历不那么重要了，就不会想再读书了，也不一定，因为毕竟感觉现在读书不代表什么，因为大学生已经满街跑了，所以其实，虽然我爸爸妈妈是比较传统的人，他们是希望就是把书念完了，但是感觉现在的时代好像读书不是代表一切，好像也。就是如果有自己的其他的副业可以发展的很好的话，也许也不错。但我现在还在摸索中，所以我也还不确定。要念就要硕士起跳了，但是念到硕士真的有那个投资报酬率吗？就是你负担的那些学费，你真的会赚得回来吗？就是感觉如果当老师教授的话，肯定可以吧。但如果念完硕士，然后跑去比如说卖，就是餐饮业什么，可能很辛苦，很辛苦，然后也不见得能学以致用的话，那我就觉得没有必要。所以我现在也还不太清楚，所以还在考虑，还在思考中。不过虽然现在没有去读书，没有去上学，但是还是会看书充实自己啦。对，我其实自己是看开了这一点，就是从我休学决定休学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看开了这一点。虽然看到同学已经毕业，就是毕业典礼什么，其实都有一点，我在那么细，好想，就是好羡慕大家。但是我自己选的路嘛，反正我决定休学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反正读书的话是，不管你活到老学到老啊，也可以很老了再去读书。但是偶像的话是有年纪限制的嘛，所以还是试试看。Hello， 志伟哥晚安，塔瓦哥晚安。除非是走专业路线，不然还真的没必要。不过大部分的人都有大学毕业吧，如果大家都有，自己没有的话，还是心里有点过意不去。谢谢志伟哥的真情告白。Hello， 切尔东。班长晚安哦。念完硕士当轮班行人，盛文现在是吗？盛文还在读书吧？卖鸡排很赚。我觉得什么最好赚？我想想啊、哦，理科念完硕士是基础哦，那好辛苦哦。其实我对语言很有兴趣，我对语言很有兴趣，但是。感觉语言这种东西，其实自己有兴趣的话，不一定要去学校也能读。所以我现在的方式也就是讲，就是自己看一些书，然后学语言最快。我觉得，没有办法亲身到那个环境去的话，就是只能看，比如说看日剧、看美剧。你想学英文看美剧什么的，想学日文看日剧，想学韩文看韩剧，这是最简单的方式吧。Hello， 小翁晚安，谢谢夏尔的新之冠。Hello， Miki 晚安，好励志的直播，励志吗？但是因为我现在是
就是选择了休学的人生，那我也只能怎么讲，安慰自己嘛，安慰自己读书不是全部，这样子才不会跟自己那么过意不去。我的头发适合麻花瓣，麻花瓣，麻花瓣跟我理解的麻花瓣一样嘛，我之前有绑过啊，不过今天是弄卷发的造型。米娜想好握手会要穿什么了吗？还没想好哎，到时候看天气好不好？不知道那一天是会下雨还是会出大太阳，因为对，如果下雨我可能会穿个薄长袖之类的，但如果热的话就是穿短袖。蓝发，我不喜欢蓝发，应该没有人喜欢蓝发吧？蓝发很伤发质。哦，姐姐喜欢，不好意思，我自己是没有很喜欢蓝发啦，但是因为我可能比较适合蓝发，只是造型师的建议就是看起来比较不会，因为我头发蛮多的，所以蓝浅一点点，就是有一点颜色的话，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重，会看起来比较有精神、有活力一点，不然整个人看起来没精神。不然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蓝发。那现在的话，就是也只能对，就是大家对我的 image 就是有一点咖啡色，但是我不会蓝特别特别浅的颜色。Mina蓝发还不错。但是有些人是黑发控，对吧？有些人喜欢看黑发。Hello， 宗哲，晚安。下雨的话会穿雨鞋去握手会吗？但你们又看不到我的脚丫。握手会不是10月29吗？没有，我那时候是，我知道握手会是9月，但我以为现在是8月，因为我还在农历中秋。我喜欢绑发造型，其实蛮想要绑头发的，嗯。夏天的时候啦，夏天的话会想要绑头发，因为夏天很热。握手会是，是这个礼拜了耶！大家想好要穿什么了吗？带爆炸头来找 Mina 哦，还有穿水手服。你们不要骗我，等一下你。等一下 ，Mina 真的没出现怎么办 ？Hello， 亲密，切切亲密。孝贤要穿什么？孝贤不是要穿水手装吗？水手服。小明晚安，建成晚安。Mina 这礼拜又有4点的直播哦，对不起，我最近有常就是每个礼拜都会排一次下午的直播，对，因为我觉得。这样子的话，晚上就可以多留一些时间下来，对。而且下午的直播比较容易有红包，如果有人下午有空来的话，下午比较容易抢到红包。晚上的话太多人开台，所以其实还蛮，我觉得偶尔吧，一个礼拜一次下午的直播比较轻松的感觉。欸，我不小心卡到歌了。只好上课看直播，不行，上课要专心。你们可以进来那个，让自己不要断勾勾。但是下午如果有事情的话，不一定要一直跟。嗯，热炒店抢红包，为什么是热炒店？爸爸不能乱穿，为什么？因为爸爸有藕包吗？晚上看书看直播。这样子读得进去吗？会不会一直擦鼻血？断了一次就释怀了。没事啦，勾勾，勾勾只是比较显眼而已。你之前有直播都直接翘课，不行，建成你不可以这样，要好好念书。虽然我现在没有念书了，所以才会在那么奇怪的时间开。但是能够好好念书的话，要好好念书。谢谢亲密送我玫瑰。哦，爸爸要穿女仆装哦，一定
你很可愛，有妹ちゃん、楽しみですね。没有想话题，觉得紧张。不要紧张，我想话题。如果是第一次的 Mina 可能会紧张，可是这次是第二次的握手会，所以，我自己觉得我的口条进步蛮多的，真的真的，就是不瞒你们说，我女仆爸爸怎么萝莉娘也不是说在忙要挂听，然后总是会被奇怪的话题突然掉出来。谢谢小明的浪漫玫瑰。对，我其实我昨天看了自己那个，看了我自己以前的直播，就是还没有用浪 life 的时候的直播，然后那时候好像还在甄选的样子吧。那我看了一下，我觉得我那时候好害羞，而且我自己觉得，我觉得我那时候声音比较可爱耶，我现在没有那么娃娃的感觉。但是我问我姐姐，我姐姐是说，因为我比较害羞的时候，就是声音比较小，就会比较娃娃，对，是因为比较害羞，对，以前讲话的速度也比较慢。艾斯晚安。对啊，其实我声音有变成熟哎，可是才距离差不多一年多，我声音已经这样子了，那我以后是不是慢慢变正常了？你们会不会不喜欢我了？母汤狼听到母汤的话题才会出来哎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那时候就真的比较小孩子，我那时候的语调很慢，就是对，以前大概就是大家晚安，就大概是这种感觉，然后现在的话是嗨大家晚安，就是很兴奋的那一种。 Hello 雷扎冰女，什么？爸爸穿班服，爸爸决定好了。握手会要请 Mina 多多指教。没有没有，客气客气，我才要请你们多多指教。小男生时间到都会变身，那我变身期也太晚了吧？就是一年多前的我，所以我是过了20岁才开始变身哦。可是我变了身，我变了身的声音还是就是像变身器的声音。我记得啊，因为我之前很喜欢玩狼人杀，小琴不会学 Mina 了，因为 Mina 现在声音变得很难模仿，是不是？不是那个变身。谢谢耳机酱的我来签到。上次握手会也是 Mina 想话题的，但是那时候对，这第一次握手会就是对大家都是很 new 的，就是很新。就是都是把那时候努力的把人名跟长相对上去这样子，然后就是那种啊初次见面你好你好的那种感觉。可是如果是现在的话，我就会万一大概就是记住蛮多粉丝的，比如说我看到爸爸就会说臭爸爸这样子，就是会如果太滴滴的话，我就会说你哎你是滴滴这样子。就是会有差别待遇，所以这就是要看你们平常做人的人品怎么样，决定我的态度。直接羞辱我？没有，妮娜会演粉丝啊。哎，我想想啊，握手券的登记到20号，所以你们登记我已经来不及了，通通都要来，快偷偷绕跑。超哥晚安。阿贝桑怎么没有跟紫原丽奶交流过？这你要去问阿贝桑哦。不，阿贝桑现在没有直播了吼。没有跟某憨同步，臭爸爸！滴滴有差别待遇，来了就知道，握爆你们啊！偷溜，博成要偷溜进去哪里？综合喵喵准备好要被研爆准备，但还好我有看到综合喵喵举我的牌子，稍微宽恕你一下。爸爸会不会被打哦？哎，
偶像可以打粉丝吗？会不会被安检人员拖走？可以打吗？可以打吗？握手可以变打手吗？爱的小手，可以打吗？可以打，我想打嘞。谢谢超哥的玫瑰。Hello， 米手，米手初次见面吗？其实我不知道米手长怎样哎，但是那天握手会说，如果看到有人捧着一束玫瑰花跟穿西装的话，我大概知道是米手吧。你不是要求婚吗？Hello， 怀怀晚安。还没被妮娜认过的很紧张。米娅，米娅，这次握手会会来找我吗？不要紧张。什么志祥？志祥想被扇耳光？这可以吗？这可以吗？不要告我伤害好不好？日本 AKB， 但日本 AKB 人很多很多啊，就像这次的 mini concert， 阿贝桑也说了，就是连 team TP 里面，他也是跟选拔成员比较熟，因为研究生的话，我们就是相处的时间比较少，所以可能也不会，因为人真的很多，没有办法说大家都很熟，除非说私底下常常约的话，可能会比较熟一点。谢谢曲米的应援棒。去问米娜要记得除毛，我是说要穿那个，要穿裙子的话要除脚毛，其他的话还好。眼傻下去就无差别攻击了，我没有在攻击你们。什么踩胸口？包包想被踩胸口？你虚荣要去问 Anna 是谁啊？握手会会被 Mina 报仇吗？来了就知道了。咔咔咔，没有声音自己配音响。可以不握手打手心吗？是多想被打，真的可以吗？真的可以打吗？信 Mina 列要随手服？没有啊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是有些粉丝他们自愿要穿随手服的。Mina 的粉丝很多 M， 所以叫 Anna 吗？戴爆炸头去会被笑吗？我会笑啊，可是是开心的笑，绝对不是嘲笑的笑哦。粉丝都是抖 M， 想被打吗？握手会要戴名牌吗？戴名牌，戴名牌比较好。不然你们可以带名牌翻过来，然后看 Mina 认不认得出来，然后如果认出，就是认不出来，你再翻名牌，这样子也可以。因为上次有人就是这样，然后我讲错名字，可是再来第二次我就记得了。孝贤带母汤郎的名牌，母汤郎明明就不会来，还是你他心与你同在。认不出来直接转团，没有认不出来你就要来找我第二次，到然后如果第二次也认不出来要来第三次，要来到我认出来为止。你穿班服当作是母汤狼，为什么啊？母汤狼有你的班服吗？如果没被认出来会玻璃。没被认出来的话，就我们再努力认识，然后到下一次的握手会认出来为止。米手很好认，在一家列跳舞。米手我不知道米手长怎样哎。如果来握手会的话，小易哦，你跟我讲广东话，我大概就知道是谁。两光是谁啊？哦，熊猫的那件，为什么母汤狼是熊猫 ？Hello， 叮当鼠，要把名牌翻出来，上次做的名牌要再翻出来，是不是？还是要做新的？蒙面去握手会，那我还要认得你们声音吗？我想想，如果巴巴蒙面的话，我觉得我认得出来，因为巴巴的声音很有辨识度。可是其他人的话，对不起，你们不要蒙面好不好？我还认不出你们的声音，因为巴巴的声音里面还是带有雌性荷尔蒙的声音，所以认得出来。其他的话，我真的认不出来。对，
这是包包的先天优势。穿幻影战士皮套，幻影战士长怎样啊？蒙面抢银行。对耶，可以蒙面进来吗？带很多名牌给 Mina 猜是哪一个？你们要考倒我，结果那不行啊！这样的到时候我们还没讲到话，就结束就被拉走了，怎么办？带名牌互动时间会多一点。对啊，可是你们不能把名牌反过来，这样我猜完结束时间就结束了。爸爸要跟一堆女犯混在一起，不行啊！这样萝莉狼会吃醋。画小丑妆也太搞纲了吧！929参加完还要回去花莲上夜班，也太辛苦了吧！那坐回花莲的路上，在车上要好好补眠呢，不然太累了。会吃醋的是某涵，干嘛？爸爸，你以为我就不会吃醋吗？Mina 也很爱吃醋的，所以你们不可以乱花心。Mina 的反应，你们都故意欺负我。Miso 不会穿西装，哈？可是你不是要求婚吗？求婚不穿西装，感觉好像没有很正式的感觉。我觉得穿的话，求婚成功的几率会比较高。我建议穿的。或者是青蛙，还是你穿青蛙装跟青蛙求婚？我上次有穿青蛙装哦，我上次去一间餐厅，它有青蛙装，然后我就穿了拍照。我可能有机会的话 po 在 IG 给你们看我穿青蛙装好吗？你们期待一下。那我要排个班，所以我还不确定什么时候po 那个照片，但我有穿青蛙装的照片，穿蚊子比较适合。为什么我适合穿蚊子啊？有这么大只的蚊子吗？青蛙装的仓鼠怎样？没看过哈，没看过哈。Mina 的粉丝是米粉，对呀、啊，米粉都可以，米粉。二月见过。我大概记得小艺啦，但是有点记忆模糊，因为我有点脸盲。伪装成青蛙的仓鼠，我要旅行仓鼠。什么 Miso 来不及？ Miso 不会来不及啊，你如果没有西装的话，还有一个礼拜，你赶快去买啊，来得及啦，去买一套西装嘛。阿志晚安 ，Hello 果冻九号，谢谢阿华送我 kiss 啾啾，阿华举我的姻缘叫我很开心，要开心多久？开心两个礼拜。Hello 阿恰晚安，建成我记得建成，可是我怎么会人很多的话，我怕我会脸盲，我怕我会脸盲。所以还是，可以还是带名牌好了啦。我真的很怕我叫错哎。阿华这次在最后一排吗？米手要定做，为什么米手要用定做的？你那么讲究哦。建成会带名牌，那就好。希望下一次握手会你们都可以不用带名牌。但是 Mina 是金鱼脑啊， Mina 是金鱼脑，所以如果我真的记错的话，真的不要生气，不要转退，好吧？我真的努力记，可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握手会不能拍照呢？就是应该要拍照啊，拍合照也好，或者我拍粉丝也好，就每个过来讲，哎、欸，嗨嗨，起子，然后拍好了，名字记起来，好像在做零检哦。可是这样我回去才能翻我的本子，然后就把你们照片印出来，把贴上去，然后就可以复习，然后记住你们。可是这不行，拍到每次回去的时候想着完了，忘记长相怎么办？那就叫摄影会了啊！亲戚屁还没有摄影会，希望有哎、欸。
人口普查，查查仓鼠国有多少人口。Kitty 有买十月十九的票，拍好了，十月十九见。我可以拍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可是我拍照的话就会浪费你们的时间呐、啊，因为大家都是花了钱来讲话聊天。如果因为我自己想要记住你们拍照的话，牺牲掉你们时间，那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加摄影机在后面，好像握手会的时候会有官方的摄影机在后面拍来拍去，但是就是要看那个时候有没有刚好拍到你，所以不一定。我可以在外面拍，外面太远了。哎，那我还是不知道是哦。你说我在外面先拍吗？但是好像不能呢，我们好像不能带手机去。会不会拍隔天悬赏单就出现了？悬赏什么？悬赏滴滴。头上戴行车记录器，这样不行，这样太丑了吧。你们自制道具跟照片哦，可以呀、啊。传自拍给我，罗莉郎不是握手会不来吗？传自拍给我干嘛？不如现场速写。哦，你说素描吗？我没有那么厉害啦，而且我的画画的等级就是后面这个啊，就是后面这个水母女孩的等级啊，我真的不行啊，我画每个人都长一样，都是 Q 版的。传狼哥的照片，我看我有狼哥的照片啊，你们不是有给我看过了吗？因为狼哥长得很好认。发型很特色吧，没有裤子的等级，裤子的等级是什么？拍完隔天直接抓滴滴分等级悬赏，看谁的等级最高吗？每个人都是水母女孩，对啊，每个都长一样。我画画的功力只有这样，你只会画火柴人，其实我也只会火柴人而已，这个只是火柴人的加强版，就是这个样。哦，我有存啊，我这样很奇怪吗？手机就乱存粉丝的截图。Hello， 卢卡，晚安。谢谢叮当鼠的浪漫玫瑰。综合滴滴，为什么综合喵喵被改名叫综合滴滴呀、啊？已经是直接冠名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谢谢老司机追踪。手机被成员看到，哎，怎么有粉丝的照片？就是你们在那边互相出卖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截图啊。还好天天还不算滴滴，不用被冠名。谢谢强纳森叔叔的浪漫玫瑰。一定有什么误会，综合喵喵不是自认是滴滴吗 ？Hello， 星星。手机放粉丝照片，我只是有截图粉丝的照片而已，我没有就是当我的手机封面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想太多，我没有这样子。谢谢博成的 love you， 孝贤是专二，对，孝贤专二。母汤，谁是透明的？杨雄没有被截过，但杨雄我已经记得杨雄。Lolly 晚安 ，Hello 田中字还没打完就不小心送出了吧，哈哈。你们把我的照片设成桌布，哎、啊，我怎么没有把你们照片设成桌布是吗？可我手机桌布放不下，你们那么多人，那么多人怎么放得下？我都没有你们的大合照了，怎么放？田中被呛，晚安。只是买市场 mini con 就被 Mina 说滴滴，不是吗？那你为什么买市场？ Mina 不是滴滴啊，拍张合照，对嘛？你们拍张合照啊。Mina 是桌布跟手机荧幕，真的，
好好奇你们用哪一张？哎，是不是横的照片当电脑桌布，直的照片放手机桌布？只买三场，第四场是抢不到票，是不是？买四场第，等一下，可是我知道天天为什么买四场，因为我跟雨晴不同天，对吗？Steph 不是有拍大合照吗？但是合照都看不到你们的脸呢、欸，设备不够好，看不清楚。买市场的背都很多件，好，那我帮你们拔就是了。欸、下次给 Mina 看就知道是哪一张，可以吗？可以给我看吗？可以，那握手会可以给我看手机吗？还是不能的？可以吧？剑龙，你们是剑龙，自己遮脸。包包为什么要遮脸啊、哦？不能拿手机，那没办法耶。浩浩也买四场，你去看谁？礼拜六场，我知道，因为圣文是 Lady Camilla， 不能带三喜，那怎么那不能看呢？啊，不小心移到位置，截图放小盒子也是可以。Hello， 廷伟，买市场我知道啊，因为憨憨想要看面面。握手会，但握手会不能合照哎、欸。爸爸的照片有，我有爸爸小时候的照片，骑脚踏车的。姐夫只有买一场，没关系，我觉得有参加到一场都是很棒的回忆，毕竟是我们第一次办像这样子的迷你 concept。 为什么存那张？不可以吗？谢谢喜乐库玛的新吃过。咦，喜乐库玛是饭团吗？喜乐库玛是饭团，是饭团。突然温柔，不是突然温柔，本来就温柔。诶，国树来了，国树，树树晚安。哎，我今天还没有 Q 到国树，国树就来了，开心。最后 Maria Cole 有哭吗？我其实说真的，每次唱到樱花瓣的时候，都会好想要哭。可是，我都有忍住，但我觉得我有看到粉丝打 report 的时候说，有时候看到 Mina 好像眼眶泛泪要哭的样子，我想说，哇塞，粉丝的视力也太好了吧，那么远都看得出来我要哭了。对啊，我视力也太好了吧，那么远都看得到吗？我没有哭出来，我是有忍住。你们这眼睛真的好眼力耶，有人在望远镜去看十四号那场。说真的，十四号那一场我更想哭。视力一点零看得到吗？2.0吧。其实我说，啊，我哭哭脸有很明显吗？但是我现在比起以前有不那么容易哭了，就是我有变得比较能够忍住自己的情绪。你哪是快哭了赶快跑进去吗？没有，我最后哪有跑进去，就是每次听到唱樱花瓣的时候都很想哭，而且阿贝桑就这样站在我旁边，然后就觉得好想好想哭哦。可是想哭的时候就会往上看一下，因为往上看就是眼泪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滑下来，所以就会看一下上面的粉丝，然后灯光很强嘛，就是晒一下让它蒸发，然后再回来会忍住。然后而且阿贝桑在旁边，我就想说如果阿贝桑都没有哭的话，那我怎么可以哭呢？所以我其实有稍微眼角余光看一下阿贝桑，然后我想阿贝桑好像没有哭，那我也不可以哭，所以我就有忍住这样。下次一定要让 Mina 哭出来。 Mina 其实我觉得我长大了，比起以前真的比较
比较没那么容易哭。就比如说之前去上海的时候吧，就是如果是我以前的话，我真的会很想要哭。可是我这次我说我要等表演结束的时候才哭，我真的有忍到表演结束的时候大哭这样子。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变坚强了，对，而且会点眼药水了。你哪六岁了吗？我自己觉得自己改变蛮多的。上海排练的时候，对，其实那时候本来想说要等表演结束的时候再大哭一场的，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是彩排的第一天就觉得没有表现好吧，然后就忍不住就哭了。可是后来就有忍住，然后忍到表演结束之后才哭。周日一堆人在台上哭哭了。对啊，好像为什么星期天的大家比较哭得比较惨的感觉。谢谢茄子的 love you。Mina 没有哭， Mina 没有哭， Mina 长大了。仓鼠不是都很爱哭吗？没有，我长大了，我不再是以前那个爱哭的仓鼠。虽然还是很爱哭，但是，在工作的时候吧，会切换到工作的模式，然后会让自己不要那么容易哭。当下的气氛很催泪哦，感觉星期六应该哭更惨，因为阿贝桑要毕业了，真的想到就觉得很难过。可是，对，可是又觉得那时候心里会想吧，还有小巨蛋，还有十月份。才是真的最后一次，所以现在不肯哭，现在不肯哭，会一直这样告诉自己。奶奶不哭，奶奶才没有，她在假哭。她在带音效啦，姐姐哭就被粉丝说毛脚。哎、欸，你这小小兵，你今天为什么是小小兵？姐姐今天穿的跟小小兵一样。奶奶脚踢到桌角吗？没有，她想要刷存在感，笑死。奶奶制造效果音啦，可以两场都哭一波。但是我觉得我不想要给大家觉得 Mina 很会哭的 image， 那种形象嘛。演唱会的时候，大家一直在问奶奶在哪。奶奶她在约会。啊？演唱会的时候，奶奶在约会啊，她才没有理我。奶奶约会，我在帮忙。可以剪指甲刷存在感。奶奶指甲剪完了吗？我快吃饼干。对啊，奶奶没去啊，见色忘友啊。哎，我是她友吗？好像也不是。谢谢阿华的 kiss 啾啾。对呀、啊，奶奶都没有去 mini con 啊，没有人来看我，家人没有来看我，但是粉丝们、米粉们就是我的家人，所以你们来看我就是给我很多的加油鼓励打气，所以很爱你们。我也很爱你，爱你们，对，有你们。和你们就好，谢谢坚诚的 kiss 猪猪，谢谢憨憨的 kiss 猪猪，还有阿奇拉的 love you， 谢谢奇乐库玛的玫瑰，谢谢你们来看我。对呀，你们从那么远的地方，中部、南部，然后外县市，然后别的国家，日本、香港来看我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谢谢你们。谢谢邦强的玫瑰，用120%的眼力，还好吧，眼睛来就不是没有用眼过度。谢谢伊尔的新之冠，还有邦强的玫瑰，谢谢。对呀、啊，
有日饭来。谢谢叮当鼠的玫瑰。妮娜从仓鼠国出来当偶像很辛苦，不辛苦不辛苦，我是为国争光啊，是。我有大宗泽10岁，真的假的？宗泽才13岁吗？谢谢田中的玫瑰。妮娜有看到圣文吗？有，我有看到圣文哦，位置好像蛮前面的，对吧？谢谢田中的玫瑰，真的13岁，那么小。谢谢夏贤的 kiss 猪猪，七七来掐仓鼠了，什么七七来了吗？谢谢阿妮的 kiss 猪猪 ，Hello 七七晚安。谢谢巴巴的玫瑰，还有笑贤的 kiss 猪猪。傻眼，七七一来就被大家说要掐咪娜，没有，七七今天不会掐我。烧肉伙伴，是从中秋节一直想要吃的烧肉伙伴，终于吃了，终于吃到了。谢谢小千的 kiss 猪猪。Hello， 人好。琪琪是对你们翻白眼好吗？仓鼠的尾巴很可爱，天使的尾巴变成仓鼠的尾巴。你在最倒数第二排，在后面的话，其实光有点强，脸的话看不是很清楚。但是我有往上面看，想哭的时候往上面看，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。对 ，Hello， 鸭子晚安。谢谢七七的棉花糖，还有肉肉的棉花糖，是不是小朋友喜欢吃棉花糖？我可以吃很多口棉花糖都不会腻，我超喜欢吃甜的。谢谢雨晴的浪漫玫瑰，还有谢谢阿华的玫瑰。倒数排远望，没关系，握手会我们近距离好不好？烤棉花糖好吃，对啊，烤棉花糖超棒的，那一定要去烧烤店，就是炭火烤的，特别有感觉。谢谢人好的玫瑰，握手会大概是零排的距离，对啊，比两侧还近哦。谢谢七七的浪漫玫瑰，谢谢七七，烤老鼠。感觉很好吃哎，感觉好香哦，特别是嘴边肉应该很好吃，可恶想吃。要带什么东西去见 Mina？ 要带 Mina 的应援物就可以了。Mina 有看到后排的扇子吗？其实后排的扇子看不太清楚，但是如果是那种 LED 灯的那一种，看得很明显。为什么要吃同类？我吃不起福啊福啊，想吃脸颊肉。七七说不怕老鼠，连路边那种，真的还假的？那太好了，跟七七出门不怕有老鼠，七七可以保护我。带 Mina 的嘴边肉，你们有吗？你们应该没有。Hello DJ One， 杰哥，杰哥在吗？小千怎么知道 ？Hello 阿贵，晚安。带徽章，爸爸，你要不要带错徽章？哎，你如果被我看到带别人的话，我就生气。云爵在偷看，嗨，云爵，云爵在吗？为什么我会怕自己的同类？我是仓鼠哦，不是公鼠啊。仓鼠可爱啊，仓鼠是我的同类啊。可是公鼠是敌人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老鼠是有分派的，那个公鼠很凶，它都会欺负我们仓鼠的那种，
那种灰色的那个，他们很脏，不喜欢他们。嗯，不止嘴边满身都是肉，萝莉狼吗？有吗？公鼠很派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比天天还派。公鼠感觉就不好吃，对嘛？感觉就不好吃，臭臭的感觉。还是你们喜欢臭一点？对啊，鼠界有分派系的，没有那么复杂。哎，像人类有分很多派系啊。甘蔗鼠听说很好吃，甘蔗鼠听起来甜甜的，应该很好吃。为什么说到公鼠？你们不是说琪琪都不怕老鼠的吗？为什么派？我是摩吉，摩吉派。摩吉派，吉派，吉派。对啊，很爱吃竹鼠，偏竹鼠吗？那有竹子的味道吗？不敢吃老鼠，我也没吃过老鼠啊。我不想吃老鼠。Hello， 露露。七七玩的换肉肉，我怀疑现在七七在肉肉的旁边，是吗？那一起进来是吗？咬自己的手看看是什么味道，应该还是烧肉味吧。烧肉味很重啊，洗不掉啊，等一下好好洗澡才洗得掉。奶奶怎么发出啵啰的声音？对，很低沉的声音。Hello， 杨姐，你现在才来？AKB48 有信箱，我们没有哎、欸，我们没有，是甜味，应该都是棉花糖的味道吧？因为我今天吃了很多棉花糖，一二三四五，我吃了五颗棉花糖大的。有一个 YouTuber 养两只老鼠，是谁？是安啾吗？奶奶可以低音台歌吗？应该可以吧？其实我也可以啊。只是你们都觉得不够低而已。我是鼠味，你们吃吃看啊。龙猫是老鼠吗？好像是哎、欸，听说是大只的老鼠。我之前一直以为龙猫是猫。安啾不是安啾吗？哦，维特，维特养了两只公鼠。维特是谁？维特是维特与少年的烦恼。是吗？我讲错吗？是那个维特吗？龙猫的颜色是公鼠，但是龙猫很可爱耶。Mina 香吗 ？Mina 握手会会很香，但我现在是烤肉烧肉味，所以可能有一点臭臭。还好烤肉才香耶。少年维特的烦恼，我刚才讲反是不是？你都看着维持。少年，是不是有一首歌叫《少年维持着烦恼》？好像真的有这首歌。耶、yeah, ，我谁？我仓鼠。Mina 表演的衣服会洗吗？不会每一次都洗，但对，但是会定期去送洗，因为我们的制服不能，就是不能随便洗，要送店里去洗这样。蛋堡的少年维持的烦恼，少年他维持着烦恼，这样吗？我很久没听了，但我知道了这首歌。脏脏我，我还没有洗澡啊，我还没洗，洗完就香香的，只是你们看不到。你哪是鼠王吗？鼠王你什么？我是鼠王，我是鼠界之王 Queen， 我是料理鼠王。你哪嘻哈？对，我有略知一二。对，嘻哈部分我有涉略略知一二。汗味，这种天气不太流汗啦，其实蛮凉爽的天气。暑假之王，为什么是暑假？料理鼠王你哪，好久没有来料理单元了。呵呵，谢谢肉肉送我 kiss 啾啾啾啾啾啾啾。暑假之王，因为 Mina 每一天都在放暑假嘛，因为没有上课。少年维特的烦恼是杨丞琳的歌哦，杨丞琳有这首歌吗？我只听过少年维持着烦恼。味道飘出来荧幕了，棉花糖的味道还是烧烤味还是烧焦味？Mina 吃棉花糖前会先泡水吗？嗯，
为什么吃棉花糖前要泡水啊？为什么要泡水？还有少年推特烦恼，真的假的？是你们吗？少年牌，棉花糖泡水会不见。泡水是要把外面的粉泡掉的意思吗？这是菜瓜布啦。嗯？什么意思？菜瓜布？泡水会不见啊，尤其是无印良品的。真的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还有自己过、欸。天天是少年派吗？你确定天天是少年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棉花糖有两种，跟丝丝一样有两种，仓鼠也有两种。其实仓鼠不止两种。Mina 生活频道。Mina 是生活智慧王，没有啦，你们过奖。啊，电脑要没电了，充个电。哎，充电器嘞？太多线了啦！那你吃什么？抹茶口味。抹茶都能呛到，笑死哎、欸！呛到灯都灭了。奶奶狮吼功超绝，那个跟苦倒万里长城的一样，啊，倒了。谢谢杨公公的一元棒。小仓被线滚住了。小仓是谁？奶奶不好，奶奶快驾崩了。路边的松松棉花糖哦，路边松松棉花糖干嘛要泡水啦？去烤肉，去烤肉不会有那种啊，不会给那种棉花糖。可是无印良品过来啊。但是我超喜欢吃那种，就是祭典常常会出现，或是校庆都会有那种很大的棉花糖，超喜欢的。然后吃了一口就会出现口水的结晶的那种，超好吃，超喜欢的。可是那个现在很少卖，如果不是去那种祭典的话，好像很少看到在卖。以前我们家附近的菜市场还有卖，但现在好像都没有了耶。那个都吃不完，真的吗？真的喵喵，你吃不完，我帮你吃啊！我超喜欢吃那个的，我超爱棉花糖，虽然很甜，那我超能吃甜的。我是蚂蚁，什么结晶？口水的结晶啊！台中乡下运动会已经没了，现在校庆园游会应该还是会有吧？谢谢浩浩的 kiss 啾啾。妮娜今天跌倒了，我哪有跌倒？没有啊，我今天没有跌倒。两千收收什么？综合喵喵吃不完的棉花糖吗？谢谢博成的玫瑰，可以买一台机器自己做。我也有以前有向往买一台机器自己做，哎，那个机器会很贵吗？因为我都觉得明明那个棉花糖的原料就只有糖而已，可是买糖是超便宜的，就是可能十几块钱一大包，然后为什么外面卖一支他才放一匙的糖就卖你二十几块，然后原油会卖更贵，原油会可能卖到三四十块都有哎、欸，而且彩色的那种加一点颜色更贵，对啊，加一点色素一支卖五十，那种彩虹棉花糖超贵的，我就很想要自己买一台机器自己做，可是又觉得不买了也不会每天吃啊，哈，天天凶你为什么啊？因为你是滴滴吗？别坐在地上拍的，我不是跌倒，我没有跌倒。精打细算的命啊，对啊，还是偶尔想吃的时候吃就好。那个一台机器也不便宜吧？谢谢深桥送我初心者徽章，谢谢深桥。连这个都要斤斤计较。棉花糖我也喜欢白色的，
而且我觉得有颜色的很，就是沾到口水之后很恶心，就是沾到口水之后它的颜色就会变得很恶心，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讲。然后口水会闪亮亮的。然后舌头会变颜色，我不喜欢，所以都买白色的。儿童版的一台不到1000，那我知道了，等我以后有小朋友的时候，买一台给小朋友玩，而且自己也想玩。嘿嘿，现在小朋友玩具怎么那么好玩？我小时候都玩不到，跟小孩抢玩具。对啊，蓝色的好可怕，舌头会变颜色。买机器来做棉花糖卖给成员，我怎么好意思卖啦？跳跳糖哦，我知道，我以前很喜欢买那个这个包装的，它是跳跳棉花糖，就是棉花糖，然后撕开，里面就是很多跳跳糖的，那个超好吃的，而且有很多种口味，你没有吃过吗？现在便利商店有没有卖啊？我以前很喜欢，可是后来就是开始戒甜食之后就不太吃。我就是小孩，我是小孩哦。棉花糖机感觉糖会喷的到处都是，那是技术不好吧？我觉得我的技术以料理鼠王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哈，阿给会怕跳跳糖，你不觉得他在嘴巴里感觉很棒吗？感觉他很兴奋，哔哔哔哔哔，就是很跳跃，在口中跳舞的感觉，很棒哎。握手会现场做棉花糖，谁要做啊？九宝林英前辈，为什么他有做过棉花糖吗？跟小孩抢玩具，他要等很久，大概在等十几年吧。谢谢阿华送我糖果，我做给你们吃，可以吗？如果我想想哦，我们那个今年的夏日祭典是有一些小游戏，看我觉得可能等明年有没有机会再办像夏日祭典这种，我们可以做食物卖给你们，可能更好。我还想做做看棉花糖，哎，可以建议一下，哎，搞不好可以哦。前辈有在直播做过棉花糖，真的就是买那种就是棉花糖机那种啊，有些跳跳糖跳得太用力了。越用力越好啊，就是很棒，就是人生总是要来点刺激的，是不是？烤嘴边肉，嘴边肉是精华，好吧，那最有嚼劲的地方。大家会买到诚实，不要买太多嘛。粉丝活动完都会幸福呗，看到我们就饱了，那你们还吃得下东西吗？有啊，你们吃得下，你们还去吃烤肉。想吃 Mina 做的棉花糖，那也要能吃啊，那也要能吃啊。滴滴的大概会诚实，对，滴滴看到成员在做食物时很撑的，都还是想要买。你们还去吃热炒，吃的很好嘛，好胖。有次活动爆米花吃到太咸哦，也是成员做的吗？ Mina 牌的棉花糖甜到爆炸，甜进你心。奶奶怎么了？奶奶在烤面包，然后她怎样？你是被烫到什么？你是直接用手拿很烫？那你是脑袋有问题哦，你面包烤完直接徒手拿出来当然会烫啊。奶奶太饿了，对啊，等不及了，赶快吃。奶奶脑子呢没带。要怎么送礼物给我？那个官方去我们的官网应该有一个赠送礼物的规则，你可以点进去看。那应该是先说你要送什么东西，然后问一下公，就是寄信去官方这样子，然后他会回复你可以寄，你再寄去公司这样子。Mina 德德会吃奶奶烤的吗？不会，因为我今天早餐已经吃过了。他现在吃的是他的宵夜，是我的早餐。真的很好吃。对啊。
我每天早餐都吃这个，所以快吃完了，我下次再买给你。因为这一袋几乎都是我吃，很好吃。那个这是什么叫什么可颂吗？嗯，可颂，那卖场卖的可颂超好吃的。伯承现在在吃凉面，这个时间是刚下课吗？这时间是宵夜时间。那又明娜吃很饱了，因为今天去吃吃到饱，吃了很多肉。你要带乐高出柜吗？好，票先你带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好事多不是好事多哎、欸，因为我跟姐姐两个人住而已，好事多的东西分量对我们来说太多了。用台语骂人，我刚有用台语骂人吗？你哪太瘦了？不行啊，我今天吃很多肉，明天要少吃一点。我对爸爸无话可说吗？你又知道了，握手会来找我好吗 ？Hello， 浓眉，好久不见。你哪次吃到饱划算吗？其实好像不是很划算，所以我们家从小就很少去吃到饱，因为我们家的，我就说过我是我们家最高的，对，然后我们家的人食量也都偏小，就是小鸟胃其实。没有，就是烧烤我可以吃二三十。真的吗？因为我喜欢烧烤。以前小时候啊，就是我们家因为爸爸妈妈也吃不多，然后我们家去吃到饱，都很不划算。其实姐姐，啊姐姐什么时候吃那么多了？我们家以前去吃到饱，我家有泡菜跟生菜就可以。明明都吃很少啊，都不划算，所以我们家都不去吃到饱。可以找某某去，某某不可以再吃了，某某要减肥。奶奶是大胃王。爸爸带不了榴莲去过，为什么现在没有卖榴莲了吗？老板最爱这种顾客，对啊，就是小鸟味的、啊。我之前去那点，老板叫我不要点一次点那么多，我就吃得完啊。不能吃到饱，要吃到撑。但是吃到饱这种东西也不能太常吃，因为就是吃的太饱，对身体也不太好。路边的榴莲车都不见了。啊，想看爸爸跪榴莲呢、欸？有没有好心人要借爸爸跪？Mina 做什么运动 ？Mina 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跑步啦，跑步跟跑滚轮。然后我想想，还有骑脚踏车，我每一天都骑脚踏车，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交通方式，因为我不喜欢坐公车人挤人，所以我都骑脚踏车。嗯，大概就这些。吃到饱是十分饱，哦哦 ，OK， I know。姐姐很会吃吗？姐姐，平时不太吃，但应该怎么讲？她喜欢的东西她就狂吃，她不喜欢的东西她就一口都不碰，就是这样，有够难养的。有时候煮菜他不喜欢吃那个东西，他就不吃哦，然后我就只好默默把它吃掉，然后他喜欢的就一直吃，超挑食的。奶奶吃到饱隐藏实力。姐姐是不是很挑食？对啊，她很挑食，她超多东西都不吃的，跟我相反，我就不挑食。难怪脸颊是凹的，哎，所以我要挑食一点吗？米娜好想吃榴莲，对，我今年好像也没有吃到榴莲，因为太贵了。好想吃榴莲。喜欢茄子吗？茄子好吃，而且我觉得茄子一定要煮到很软烂的那种才好吃。米娜吃得完两份主食吗？不行，而且我不喜欢吃白饭，只要有白饭我一定吃不完。对着平台吃榴莲，炸茄子哦，炸茄子啊、哦！我带我去吃那种，天妇罗的时候都会有。嗯，天妇罗炸茄子很吸油的东西。就是对，就是蛮油的，没有不喜欢，但是不健康的东西我会比较少去碰，就是炸的东西很少吃。炸蝎子没试过哎、欸。
茄子好吃，炸香蕉也很好吃啊。香蕉不喜欢。炸蟋蟀哪里有卖炸蟋蟀？炸起司很好吃，我知道夜市有卖炸起司，好吃，可是都蛮油的，是高热量食物。红茶好像也有炸起司。炸竹虫是什么？炸鞋子。鞋子怎么炸？会爆炸吧，鞋子。炸邯郸。炸仓鼠，你们舍得吗？炸牛排，炸牛排好吃。直播对我到十点半哦，炸棉花糖不行吧？感觉会爆炸。为什么要炸孝贤？你想被炸？你想被炸？炸爸爸可以，你们想被炸我就来，来来，通通丢进油锅里。孝贤这两天母汤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炸滴滴，好像下地狱的油锅。所以你们不要做坏事啊！你想要被红烧，这是什么奇怪的要求？你想被红烧？不过我比较会做照烧酱啦，对。孝贤塞雨林的扇子给你，什么？孝贤为什么没有塞米娜扇子？孝贤，你叫母汤哦。孝贤在群组都很母汤哦，你看，你看。孝贤，你这样不行哦，会被丢到油锅里炸哦。照烧酱自己做，照烧酱可以自己做吧？等一下哦，我想想今天要唱什么歌好呢？Hello， 柳晨，孝贤还有陈咬金，孝贤不可以超过三个，你快要变滴滴了。说好的专二呢？安平之光可以，我找一下安平之光在哪里，找到了。你看错孝贤了，综合喵喵我应该没看错吧？哦，孝贤，你看被出卖了吧？友情的小船说翻就翻，错看你了啦，还问你专二嘞。棉花糖的歌，我有唱过棉花糖的歌吗？不知道坏影战士长怎样，太神秘了，不可以问，我不知道你们长怎样就做坏事。孝贤掉到水里，孝贤会游泳吗？妮娜不会游泳，没办法救你，我也不会救你。谢谢 Pokemon 卡桑的 Love You。有没有计划十月份带 AKB 逛台北？这我不清楚哦。粉丝互相冲扛，所以要好好做人，知道吗？改爆料小千，小千有什么好爆料？他就是个滴滴啊，知名滴滴。好，不要粉丝们不要吵架了，好吗？我们来唱个和平的歌，《安平之光》，但是可能会没字幕，因为我现在没有接网。对，没有字幕，我开网路可能会卡一下，可能会卡一下。奶奶，奶奶在哪？奶奶在厕所吗？不要那么大声，奶奶怎么办？那你手机在哪里呀？
可以借网路吗？有味道，怎么办？那我要，有味道，那我可能会卡一下哦。我要开一下下网路，会卡一下，然后会卡一下，然后我再嘛，等它歌词跑出来，我再关掉。所以等我一下。好，有歌词了。可恶，被你们讲到，我也觉得有味道了啦。好，没有卡吗？耶、yeah, ，我可以唱了。这是小千推荐的歌曲，但是他这个是男女对唱、欸，你们要跟我对唱吗？可能前面的话有点难，我看我唱一下副歌就好了。我现在有点鼻塞，但是我还是觉得闻到味道，怎么会这样？谢谢悠悠的应援棒。不知道怎么觉得这首歌他唱是故意有点台湾国语的感觉吗？这里不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这边是男生，所以我不唱。谢谢阿尼的应援棒，还有阿奇来的应援棒。谢谢综合喵喵的应援棒。哪有味道？鼻子闻起来。有。骑在安平的郊区，没有时间和意义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直到星星坠落，唱着深夜放松，我们活在过去未来，一起迎送赶来的头一个脑袋，不必花多余的力气感受，穿着鱼泡泡的海边，耶！唱完了，这是安平之光，是海豚刑警的歌，谢谢你们的推荐，终于练了。谢谢小千的玫瑰，还有谢谢阿提拉的应援棒，谢谢棕色喵喵的掌声鼓励，谢谢尊尊的应援棒，还有谢谢夏尔的应援棒。等等小盒子给我，笑仙你要解释是不是哈？谢谢安妮的光棒。没有时间和意义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直到星星坠落，唱着深夜放松，我们活在过去未来，一起迎送过来的头一个脑袋。谢谢小明的应援棒，谢谢汉汉的掌声鼓励。小千这次不作弊，好，我等你的合唱。姐姐交了男友就没形象，对呀、啊。她现在已经有人要了。奶奶上厕所比 Mina 化妆还快。等一下，上厕所比化妆快是正常的好吗？上厕所是要多久？上厕所超快，我上厕所全团最快。哦，我突然想到那个 mini concert 的时候啊，我这次又是第一个出来的人，就是我第一个 uncle 群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换装出来，然后结果我出来之后没有半个人，然后我还看着工作人员，然后工作人员说 mina 也很快，你每次都第一个，然后我就是，然后超安静的，我还问工作人员说。
说为什么没有人，为什么没有人喊 uncle， 然后我就傻住，对我出来的时候想说，为什么没有人喊 uncle， 是我以为我跑错边吗？然后工作人员就说，哦，好像粉丝有说，就是好像上次太早喊了，然后好像说要等几分钟，然后再开始喊 uncle， 然后我才哦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在后面等，我想说为什么没有人喊 uncle， 没有人想要看我们 uncle 曲吗？怎么办？我已经换好了，然后我就超紧张的，直接出来 solo。对啊，你们是有讲好是不是？你们有讲好就是要等几分钟再一起喊 uncle 是吗？你哪没有秒喷泪吗？想说怎么都没有人了。对啊，我那时候超慌张，想说为什么？然后我在那里等了，就是等到你们开始喊 uncle， 还是没有人出来。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没有人？超可怕耶！外面都没有人，没办法出来唱。没有啊，我不知道哎。反正对啊，我就第一个出来，想说为什么没有人喊 uncle？为什么没有人喊 uncle？ 粉丝在讨论晚餐吃什么，真的吗？然后后来就听到有粉丝在念，就是给阿贝桑的那一段话了。然后那时候还是只有我一个人，然后人家就听完之后，然后才听到大家开始喊 Mari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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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然后大家才陆续出来。对，可是那时候在那之前，我一直就一个人在那边跟工作人员对抗，说哼，现在什么状况？现在什么状况？为什么没有人喊 uncle？ 对。这样很未知的状况， Mina 自己喊，我那时候是整个超错愕，然后为什么大家不喊 uncle， 这样我们不能出去啊，超孤单的。对啊，我到底为什么啊？要有粉丝先说段话才喊。对，我原来因为上次好像是直接喊吧，我不知道了，还有吓到吓到他，大家不想要听 uncle 是不是？吓死了！给我们时间拍照，真的还假的？第二个人是谁？这我都不清楚了。哦，而且我想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，上次也是粉丝先说段话再喊了，好像是，但是上次好像喊的更早一点，所以我没有听到。那这次有。历史上有一次没 uncle， 为什么啊？上次一进去就喊成员换衣服很赶，不会啊，我觉得 uncle 就是要赶一点啊，不是吗？不然不是很奇怪吗？中间等的时候大家都在干嘛？都在讨论吃晚餐是吗？大家喊到快死掉，有啊，我有听得出来你们声音的疲惫。你俩先换好，可以帮其他人换衣服。有，我有想，如果下次提早换好，我要去。就是看，就是看别人换衣服，这样好像对，但是换衣服有点难帮忙，因为毕竟 uncle 如果是制服的那种，会互相帮忙拉拉链什么的。可是那个话是 T 恤跟牛仔裤，有点难帮忙。说真的 ，uncle 要给上厕所的时间，真的吗？所以 uncle 的时候大家都去上厕所了。哦，什么好笑的事情？对对对，就是每次最后一首歌。就是结束跟大家 say goodbye 的时候嘛，然后不是有分我们的舞台有分左右两边嘛，然后我记得第一场的时候，走右边那边的人只有我跟 Lady 两个人，然后我记得走的时候还有粉丝看到说，怎么只有我们两个走这一边的嘛，然后其他所有人都走另一边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，为什么大家都就明明就是挥手 say goodbye， 没有规定，就是没有规定要走哪一边。对，可是只有我跟 Lady 走那一边。对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边缘人，我不知道啊，没有，我们这就没有分边，就是大家 say goodbye 完，然后就差不多音乐要结束的时候就要离开这样子。然后第一次的时候就只有我跟 Lady 是走右边的，然后结果这一次结束之后。只有我一个人走右边，然后那个拉门帘的工作人员还傻掉，他说什么只有你一个人走走，就他只有我一个人，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永远都跟大家不一样，真的很奇怪啊。对啊，另一场全部都走同一边，没有，只有我一个人走右边呢、欸，只有我一个。笑贤有看到，对，我走的时候想说，为什么大家有说好吗？明明就没有规定走哪一边，为什么大家都一定要顺着人潮走哪边？我就偏。我也不是刻意的，只是我就
我就走了之后发现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下次记得要找一个人陪我。就是没有差，走到后面，其实大家是同一个方向。我只是觉得，为什么大家都同一边，只有我一个人，这独行侠。他们说好了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又被边缘了。下次记得拉一个，拉不到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走同一边，我偏不要跟大家走一边，我就是要不一样。反抗其实类型跟边缘属，我到底有多边缘？怎么会这样子？超边缘的。人类跟仓鼠不同边，一定要这样吗？有分人跟动物走，才没有，真的没有分。天天也很边缘，哎嘿，边缘了耶！难怪天天推命啊，因为我们都是边缘人。帮我开个老鼠洞，下次结束之后直接钻地洞离开，是不是？第二场就只有我一个人走右边啊，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疑问，就是为什么明明就没有说好，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走同一边？边缘鼠，你是班级边缘人，没事，我的粉丝们都跟我一样是边缘人。那还少。不会啊，边缘聚在一起，觉得有角落的温暖呢、啊。好，我现在要念排名，可能会小卡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。哭了，不哭，妮娜陪你。萝莉狼也很边缘吗？没关系，有我，我陪你们。角落生物的部分，对。哈哈，不边缘吗？我最边缘了啦。两场都这样，对啊，第一场还有累几陪我，最后一场就我一个人欸。对，我会弹吉他，但今天时间不够咯，我要准备念排名了。合作网络好慢哦，我要念个排名啊。下一次直播是星期三的下午4点还是5点啊？应该是4点。茄子不要自暴自弃。4点吗？4点。妮娜台边缘人取暖大会哦，我觉得好温暖哦，太棒了。哎呀，网络好。宗泽请假，真的还假的？可以这样随便请假吗？好想见你的时候，哦，对啊，我好难过，就是我这次衬裙又掉了，我好自责哦，就是上次已经掉过一次衬裙，然后这次又忘记，就上次是我不知道衬裙会掉下来，那这次的话是忘记别针了，然后它又掉下来。衬裙又掉下来，而且我很难过，是好想见你，对，好想见你是我。就是我是一号位，我在中间，然后结果衬裙掉了，被叫去后面，然后我那整段就不见，那我觉得超难过的，对，又被工作人员叫进去弄衬裙了，我好笨，又忘记别衬裙，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会连接到两个？等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。OK，Hello， 强生。中场的时候看到我一开始走右边，想说没机会，拜拜。后来有拜拜到吧？我两边都有打到招呼啊。我看到粉丝还说以为那首没有 Mina， 我超难过的。我那首是。哦，零号位吗？对啊，反正就那一首，对啊，在中间，然后结果不见了，我觉得好可惜，就是感觉大家都被其他粉丝调，不是被其他成员调走了啦。Mina 太瘦了，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好难过，
还会卡吗？我关网路了，刚刚因为要念排名。对啊，为什么只有我的衬裙一直掉？可能真的有变瘦。最后两排掉不走，你们有注意到 Mina 不见吗？还是根本没注意到？超难过的。店员倒没注意到。不要这样嘛，你们。那时候再看那一集，阿基拉你很坏哎、欸！我有看到孝贤啊，可是孝贤为什么一直拿扇子遮脸？是害羞吗？再看小青姐夫。哦，你是说直播请假？我以为你说上课要请假，害我感动了一下。念排名了。第一首跳完就消失了，对啊，好可惜哦。姐姐不耐烦了，我要先念排名哦。姐姐她生气了，那我先念排名。今天的第十三名是浩浩，谢谢浩浩。第十二名是爸爸，谢谢爸爸。第十一名是阿米，谢谢阿米。第十名是夏儿，谢谢夏儿。第九名是伊尔，谢谢伊尔。第八名是 Martin， 谢谢 Martin。第七名是米酒，谢谢米酒。第六名是阿奇拉，谢谢阿奇拉。第五名是宗泽，谢谢宗泽。第四名是汉汉，谢谢汉汉。第三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。第二名是志伟，谢谢志伟哥。第一名是萝莉郎，谢谢萝莉郎。好，谢谢大家今天收看直播。那因为今天播的比较晚了，所以就不一一跟大家说晚安咯。那大家礼拜三下午四点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姐姐在施压，我要赶快关台了。他眼神很可怕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